第一流的高僧大德长老方丈们拜南无第三十多吉羌佛为师。下面的这些录像片段是南无第三十多吉羌佛的一些高僧长老圣僧级的弟子参拜恩师南无第三十多吉羌佛，祈请南无第三十多吉羌佛为他们说法。大家看到跪拜羌佛的这四位高僧，三位正道肉身不坏菩萨，穿红袈裟的更是大悲无量神通广大的金刚菩萨。那个啊，你看那个，你看往年那个往年那个走吧，你看。举行佛学学术交流大会，这是一次空前盛大的佛学实践大会。云高大师的学生，他们有专程从海外赶来的，跟随云高大师修学多年，中国四大佛山之一峨眉山金顶十三代传人，现为中国佛教史站南传第一站雾中山开化寺住持普光法师，有峨眉山九老洞能调换占中走兽的老和尚果中法师，有来自江西马祖道场之一的龙居士方丈修持年仅德高望重的通慧法师，有来自高唐寺品德和神通甚为广大的永定和尚，有来自昭觉寺方丈现代中国四大高僧之一的清定法师的代表眼法比丘、妙有比丘、智端比丘、眼觉比丘，还有来自其他寺院的永强比丘、永兴比丘、通超比丘、通觉比丘、心安比丘、圆智比丘。参加这次盛大法会的还有海外的同学，他们有来自美国的梵太平洋集团总裁、曾任加利福尼亚代理州务卿、著名华人领袖潘思源先生，有来自柬埔寨曾代表洪森总理参加俊慧山义云高大使馆及五百罗汉坛奠基典礼的特使许强先生，参加盛会的还有四川国际友协副会长、四川道教协会常务副会长、道学大家今已皈依佛门的为云高大师的亲信弟子学永兴先生，以及道学学者现已一指云高大师一心学佛的武之乐先生，还有藏传佛学人士格鲁智胜、卧超座、朱母、麦界多杰、去杰多杰等人。参加这次盛会的同学们都是在佛学上深有超意、来自各个领域的高级领导人、专家、学者、企业家、新闻界著名记者，其中有国家干部担任全国性单线工作的总负责人，
也有全国性社团的领导同志，他们都是爱国爱民、遵守宗教政策、大公无私、破除封建迷信、树立伦理道德、无私奉献、为祖国、为人民、为世界和平默默奉献的优秀正信佛教徒。参加这次盛会的还有汉藏两地和海外的高僧大德。第三十多级羌佛的弟子江西马祖道场龙居寺方丈通慧长老，在南无第三十多级羌佛恩师的座下接受灌顶传大法后，现已修成肉身不坏的菩萨，并以肉身穿经供奉。这是通慧长老在成都市新华西路19号南无第三十多级羌佛的坛城接受灌顶传法后，接受采访讲述南无第三十多级羌佛为其灌顶传法的殊胜圣境。
那我从这倒下来，我就是工厂八十五个早一三十个哦，那你们一家公司哦，哦，今天你在高档时间里来求八十五块，你这个这个坐在办公室啊，过来啊，兄弟，身干总白不着，身上花嘴，身上白嘴，大官。平时据说你要钱不到一点儿去呢，我在缅甸，缅甸，哦，缅甸去，缅甸不包航的，不是那个地方，飞机要飞航空的，其他人家彩票，我们这边其他我们哦，你老家不开心，是吧？据我所知的话，云高大是不轻易走地主，你老人家现在有幸在云高大这里来收拾管理，我向你表示。而且有适当的干预，都要大声的报一下，我向你讲清楚。这个是骗我过去，他那个做了好大的善事，人生得意，得意大的就是亲自来见到我前妻。南无第三十多杰羌佛的弟子，峨眉山金顶第十三代祖师普观长老，在南无第三十多杰羌佛的座下接受灌顶，修学解脱大手印法后，现已修成肉身不坏的菩萨。与六祖大师无异。这是普观长老在成都市新华西路19号南无第三十多杰羌佛的坛城接受灌顶传法后，讲述灌顶学法的殊胜和无与伦比的圣境。普观法师，酒量比你大，你都了不起啊！我弥山的十三代传，传很厉害，你太谦虚了。马老师，今天来云高大师这里求法。得到大师的至高无上的管理，首先我向你表示，我想请你看一看，今天你在看见的大师管理，你体会，我体会。南无第三十多杰羌佛的弟子，佛教南传中国第一站雾中山开化寺接王庭方丈果章长老，在南无第三十多杰羌佛的座下接受灌顶传法后，107岁时生死自由圆寂。11天后，有不法之人用针刺法师血管，当下鲜血流出，表法肉身菩萨之地境。这是果章长老在成都市新华西路19号南无第三十多杰羌佛的坛城接受采访，讲述接受南无第三十多杰羌佛的灌顶传法时的圣境，空前未有。在南无第三十多杰羌佛说法的《戒心经说真谛》的书中，有果章长老写的后记说明。现在一直要走了红城。
来我上海广播，哎，当时啊，第二个听到什么，有个大胡老师说，大胡说，大胡说，我听到人家孙教授讲，和吴志仁哥听你招呼，你招呼一声，他们就聚在一起，然后他们走，他们就走了。这个功夫不见得了不起啊，这个大胡呀，因为我们在这个酒，坐在酒，知道他的性质去，第一个。风雨去得很好，对，遇到了是有什么，有什么感受没有？得到实在的加持没有？加上我们小时候有加持，从小看就拿这样子，这个说起来还是越来越掉了。啊，我想你表示说，你在一生当中这样子的观念收获没有？老师啊，他那天在和平山我们上小火，你也是他的弟子吗？小火往往去礼拜堂，我还记得他叫我的翁啊，翁爸爸那弟子。哦，你也是他老人家的。我去礼拜堂，礼拜，礼拜的时候在我们山里。哦，这我们。我啊，真是辛苦了。有嘛，是说话都说清楚。有些大点上，也是我们班，也是我们这个上学生，回来求啊，不同意。所以我的这个大学里头，大建路是大建路是建八里是吧？是的。哦，建八里西南三大里比较不可以哦。哦，你看，你看，我上。我望看罗振平说：“我这个出名何福，了不起了不起！”我姓李嘛，还有个啥子？都追随过他的，了不起了不起！大喇嘛，有些啥？有些些。他是新闻机，好大都是吧？我是一九一年就是新闻。哦，到今年不是。今年是82岁了，啊，确实一种不同，能够听到凡人所不能听，这个在我们人世间是十分罕见的哟。最后，我再次向你表示祝贺，能够有幸得到国际大师云高大师的无上甚深礼中冠礼，这是你到一生中的修持的功德和福报，再次向你表示祝贺，谢谢你了，祝贺他。南无第三十多劫羌佛的弟子，大悲无量、神通广大的永定大和尚，在南无第三十多劫羌佛的座下接受灌顶、传解脱大手印甚深佛法后，得大成就。永定大和尚曾接受请求，当着几十个人的面预报3个月的天气，每天分毫不差。永定大和尚并修成五雷正法掌上乘功夫。这是永定大和尚在成都市新华西路19号南无第三十多劫羌佛的坛城讲述接受南无第三十多劫羌佛的灌顶传法的无比圣境。那个师傅，请问你老人家的上下和成佛云顶的运动法师你在哪个地方主持呢？你原来是高大师。我大一线高大师非常著名，就像十年八十二。哦，十年八十二，哎。你就是在那个龙潭的那个法师。哦，在不中山南塘不了的第一站，哦，非常了不起。据我所知，刚才我采访你这几位法师当中啊，他们对你的评价很高，对你的道行啊，道行非常高，神通也很大。哈哈哈。我想请教啊，你今天来高大师这里做管理，有些什么？这个心灵啊，是佛教也不是语言可以表达的。
像这样子的观点，在你的批评中，或许我就听说你永定法师有很多传说，神奇的传说，说的精神演示法义，显化神变，曾经在你们大一啊叫三段一个三经内，把一个数字都打裂了，而且很多记者呢也去做那个人采访，那个数字是好多号数字呢？270多号哈，275号是哦，多么大数字哈，哦，这个非常了不起。这个在过去传哈，我们在米拉日法传看来有这样的传奇故事，当今人都有这样的，无论是西藏也好，汉地也好，都是非常罕见的。南无第三十多吉羌佛的弟子，当时在场的这位算是最年轻的严法师，现在已经是四川成都昭觉寺的方丈了。严法师接受了南无第三十多吉羌佛的灌顶传法后，在成都市新华西路19号南无第三十多吉羌佛的坛场接受采访，讲述殊胜心得。大家前面看到的这些前些年的录像只是极少的零星部分，而现在拜在羌佛座下求学的高僧大德更是多得不得了。如果想尽快得到羌佛亲自接见传法，唯一只有听闻羌佛的法音，学习羌佛的佛书，尤其是要多读看懂学佛这一佛书。因为要拜见羌佛，第一关首先就要经过出家人组成的面谈组，针对学佛宝书和你面谈。
所以要拜见南摩第三十多吉羌佛接受传法灌顶，自己一定要带上学佛这一本佛书。